好跑！哇！我真的跑起来了！冲啊！看看有没有当花蟹呢？它是跟着浪一起上来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，抓蟹的时候，把那个就是要放在浪打到的地方。好，插下去放鱼饵之后呢，我们要赶快离开。来，怎么做呢？来，打开，大概是六尺的那个，对，六尺，啊，大概可以哈，这样子哈，挖个洞。挖个洞啊，赶快啊！哇，这是一个洞啊！来，插进去。等一下，挖洞！哇！挖洞！哇！挖的！对。它怎么一直跑掉？好了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要不要吃啊？来。偷你的洞，你问。来，这边，快换个地方。就是挖完之后，那个浪又把那个洞埋掉，哎。对，就是挖洞，把那个你看，好，给它插进去。你们看到，你再给它用脚给它埋起来。哦，但它还是有在那个。没关系，好，就是。成功了吗？好。来，赶快，等一下，不要哦。插进去，深一点。好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可以，因为它有一半的都在里面。啊？就等它了吗？对，我们就是要等它了，等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。你看谁要跟先跟我，都可以，李信跟啊，李信跟跟啊，那个忘记跟你们讲我的那个原住民的名字叫什么，叫做 Honey。Honey 哦 ，Honey， 亲爱的，真的啦，真的讲不了了。我骗你，我跟你一座山好不好？好啊，可以吗 ？Honey， 好，哎，对 ，Honey， 哎，这是阿美族的名字，跟 Honey 一起去，好，来那个。等一下，我说跑就跑哈，你就把那个杆子抽，但是我先挡住哦，你再把那个杆子抽了。跑要跑去哪？但是如果说你先把杆子抽起来，浪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方向，所以说我先挡起来。好，然后你再抽。好，好跑！哇，我真的跑起来了！冲啊！哇！看看有没有。你有吗？这是蛋哦，是什么？它的颜色很会，很像那个哦，很像那个石头，它有保护色没有？这个没有啊，没有，再来继续，好跑，赶快！蛮自然的龟的感觉哦，有吗？没有，好跑！哇呀！哇！快跑！哇！憋死！哇！有吗？没有。哎，但是有那个鱼肉还在哎。对，鱼肉还在。等一下。来，赶快！有啊！哇，在哪里？看过去。哇，好可爱！什么？这好可爱哦！看着很像石头。它怎么跟石头一模一样哎？这好可爱哦！这里，抓到了！哇！哇！哦，还有了，看，这样子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长得跟石头一样。还有卵哦。
是在装死啊？没有，它是没有水，它有水它就会。哦。